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花了几节课的时间呢，一起学习李炳南老师的纪录片《雪如风仪》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忍者有梦到李老师，在梦中给您摩顶。给您加持的有没有呢？有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了凡四训》说的“或梦往圣先贤，提息接引”这个都是瑞相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那我们越能了解。他老人家的德行风范，我们对他就越恭敬了。我们学习他《论语》讲要讲纪呀，就更相应哦。好，我们接着看纪录片最后三段有请。重庆赴南京，流亡。西元1937年，日本侵华，学宫随孔凤寺官德成先生避居重庆，重逢梅大士杰云，每周参与所组佛学社研究，法相为事更加深入。过长安寺，求谒太虚大师，获梅大士推荐至监所弘法。携蜀生定求法师遍历讲述，颇受大师器重，并提墨宝相赠。济南故里，长居30载。《鹊华秋色图》为元朝画家赵孟頫的名作，是描绘山东济南鹊山雨华不住山的山水图，该画被誉为思乡之画。雪公来台后曾多次购买拓本，题诗赠送同乡故人，其中有题“我家门对两峰秋，中有清河永碧流”，别后相思看此画，故人当去济南游，赠送刘梅生大德。齐鲁多圣贤，雪公童年与少年就在这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环境中成长。雪公在中日战后有还家诗云：笛里情先热，声皆泪暗弹，虽逢荆树茂，还痛竹云寒，亲友远来问，瓜茶强作欢。流亡10年事，含混说平安。雪公往生后8年，济南家人儿媳及孙女申请来台湾探访。雪公晚年在台得家书，也有诗云：自有衡阳雁，孤飞利海滨。穿云双翼剑，寄我九州春。树雨家无恙，深思泪满襟。南疆故乡事，说与旅台人。举荐任职16载。西元1920年，雪公出掌举荐狱政，14年重修监狱，
之后举荐连年内战，频遭兵祸。雪公周旋其中，或亲率警兵武装漏刃，巡行弹压，或携人坠城睡敌，或亲登城叠劝阻犯军等，保全民命无数。西元1931年，吕鸿生先生续雪公诗集，显于稿有云：立下李君丙南，豪俊士也，雄于酒，好剑术，游遂金石穴，观于举，举迭遭兵险，排难解分，久有鲁仲连之称。鲁仲连封鲁是为人排难解分后，不忘任何回报，挥挥衣袖，飘然远矣的高士。在莒县福来山上，文心雕龙作家刘彦和晚年出家的定陵寺内，至今留有雪公捐给该寺法器的石刻文，木烛台一对，神幔五架，灵床幡一对，瓷花瓶三对，海灯四座，木花瓶五对，木香炉五座。在定陵寺内有株3000多岁的天下银杏第一树，至今枝叶扶疏，生意盎然。想雪公当年在婆娑的树荫下，是否与刘彦和灵性文心遥遥相依？俊龙先生说，雪公在莒县寓所前横置一方奇石，每年腊月寒冬，梅花纷纷飘落，雪公在石侧舞剑，满怀壮志，可干云天。西元1936年，雪公请调回济南法院后，想到未将该石运回，深感遗憾，后又请人辗转由济南前往莒县将石运回，放置于济南南卷门巷的正厅门前。西元1991年12月，济南故居遭拆除，俊龙先生一千里迢迢将莒县石由济南送往台湾雪庐纪念堂典藏，以一圆雪公这份难得的雅兴。西元1934年，雪公受翰林庄心如太史之邀，以御正兼任分纂，设局于莒县贾氏花园，重修莒县志书。雪公负责纂修古籍、军事、司法、金石四类，逾3年而尽其书。西元1989年，俊龙先生重返莒县，寻访县志馆，手捧20大册县装书，是雪公当年参与重修的莒县县志。谢谢。我们看到这两段纪录片，了解李老在人生过程当中也是逢战争乱世与奉事官孔德成先生避居重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李老懂得亲近善知识，在战乱当中不忘深入佛法深入经藏才能智慧如海。所以他老人家向梅大士学习法相为识，每周参与所主佛学社研究，而且经过长安寺的求谒太虚大师，
我们道业要提升呢，要多清净善知识，所谓能清人，无限好，得日净，过日少，当然他们求见的态度非常恭敬，就像李炳南老师只见过印光祖师一次，但是那一次的教诲啊，都是纳受在心，终身不忘，终身奉行。而他老人家的做人做事让这些善知识贵人呢都非常信任，所以推荐他到监所弘法。监狱啊都是受难之人，得了人生呢，但是呢不明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所以才会落得犯罪入狱。陈德也有到监狱讲课的经验，我记得有一次是到女子监狱讲了1个多小时的课每一个服刑人员都是目不转睛，没有分心的我当时候是被他们的专注给震惊了我自己也在小学服务过假如这些伦理道德因果在幼儿园小学就有老师跟他们宣讲，很可能呢他们今天就不会在狱中了。所以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总在狱缘不同。师长老人家见到张发厅长张厅长是在整个海南省将传统文化引入监狱的教化这个是改变了服刑人员让他们能真的转恶为善。当老人家看到张厅长这亲自帮他夹菜这张厅长一个大男人当场就流泪了特别感动那师长对着我们讲这个是地藏王菩萨在地狱度在监狱度众生呢。那个是受难苦难的众生呢。地藏菩萨是到地狱度众生呢。在我们人间能够在监狱里度众生那很可能呢不止救了一个人呢很可能是救了一家了。他的孩子不能转恶为善的，哪怕出狱了，有可能他更操心了。在监狱里面不会再发生什么问题了。他一出来，假如没有改过那家里的人要继续操碎了心了。所以让一个人浪子回头那这个功德无量所以师长对于
度众生呢，做出贡献的人，老人家也是发自内心呢，赞叹，尊重他们。记得老人家在新加坡的时候，当时候，听经闻法的人很多，有人将念佛法门呢，带入监狱当中，尤其也对死刑犯，给他们宣讲念佛法门。其中有一个死刑犯呢，他是在行刑前没有多久，听闻的，他就很认真开始念佛了。后来他在面对行刑的时候，没有恐惧，一直都还念着佛。最后行刑完了，他是全身柔软。他闻了佛法，他懂得忏悔了。了凡四训讲，千年暗室，一灯才照，千年之暗俱除啊。那阿弥陀佛同体大悲，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啊。这个孩子不管犯再大的错，只要肯回家，弥陀没有不接引的。这个还有记录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忍者有这个纪录片，我记得是有拍下来的。好，所以不能轻视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曾经犯过很多错误，只要他肯回头有可能都会有很高的成就，我们不能轻慢任何人。那我们看李炳南老师处事，毕竟他们是离乡背景来到台湾呢，见到同乡之人呢，他赠送自己故乡的这一幅鹊华秋色图，能感同身受这个思乡的心情就是说看看图心里也会比较安慰。我们时时能够去体恤他人的心情尤其自己人生经历过的都能够设身处地。我记得师长老人家不止一次有人送了庐江金牛镇做的糖果，那个糖果的名字我一直想不起来了，好像是大什么糖，那是庐江的特产，刚好有人送了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台湾拿到了师长都是交代这个留着这同乡的人聚会的时候发给大家吃吃着东西怀念故乡我记得我这一次到了加拿大温哥华住在一开始住在农场里，
这个王老师他们很热情啊，同学们很热情啊，买了，我看那个柜子啊，都是台湾的东西，啊，什么凤梨酥啦，连什么蛋卷都是台湾，他们可能是怕我太思乡了，说，我是平常很少吃这些零食啊。哦，不过看他们买的这些东西，啊，也是很感谢他们啊，可能他们看出来我情志比较重，买一点故乡的东西让我解解乡愁啊。哦，所以这个佛菩萨对治我这个情志太重啊，所以让我常常飞来飞去啊，让我不要太。情子太重，那我们看啊，学宫还有啊，战后还家诗啊，读着这个诗，我们也体会一些啊，战后返乡的心情。哦，而且都是报喜不报忧啊！这亲友远来问，瓜茶强作欢。流亡十年事，含混说平安。都是担心家人呢，多操心了。我们看啊，雪公往生后他的孩子孙子一家都赶到台湾探访而且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雪公的孩子也是非常孝顺孙女啊。都是如此1920年学宫初掌举荐谕政1925年重修监狱之后举荐了连年内战，频遭兵祸学宫周旋其中我们看着这些叙述可以感觉到学宫的人生是有很多的磨练的。管理狱政，甚至于当地发生战争，他都是救民于这个危难之中而其中的胆识也是让我们敬佩，包含罪臣睡敌呀。甚至劝阻叛军，不畏生死，保全民命无数人生也要多一些锻炼，能把我们的胆识提升，把我们的潜能呢，激发出来。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不能静挑顺境。遇点挫折了，就要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去了。中庸教导我们，
智、仁、勇啊，三大德。啊，我们今天真的要明明德、清明、利益他人呢、啊，要修智啊，要不断提升智慧啊，好学近乎智。学宫很好学呀、啊，都掌握一切清净善知识的机会啊，力行近乎仁。我们看学宫所担任的这些工作、啊、都有生命危险，保全明命无数啊，力行近乎仁。那知耻近乎勇，这个勇气啊也是非常重要啊，勇于承担，勇于突破自己的习气啊，以三达德啊来修养自己。好，哦，那学宫也是古道热肠之人，都是帮人呢排忧解难。李炳南老师说：“无情不能修道啊！”啊，修道之人要有，要讲道义啊，要有正义感啊，义所当为啊，在所不辞啊。不能学了佛了，变得很冷漠啊，这个不妥当啊。印光祖师也说了，学道之人呢，念佛之人呢，心心常存忠恕啊，心心提防过谦，知过必改，知善必为啊。该做的该尽的道义啊，都主动啊去做啊，所以无情不能修道啊，那情不空不能正道，这个情义啊还要进一步升华啊，不然假如这个情义太重在家庭啊，甚至国家民族啊，那还有牵挂的人事，这个轮回啊就出不去了、哦、所以这个情义啊还要进一步情觉啊，觉悟过来、哦、这个情义大家彼此珍惜啊，但是有留恋的话呢，大家都出不去轮回了啊！所以但愿人长久，唯有念弥陀啊，亲眷永团聚，法界逍遥游啊！我们前几天听啊王凤英老师分享啊，他护念自己父亲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父亲会挂念儿孙呢。就引导啊，你到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回来看我们哦，而且你的能力是阿惟越智菩萨，你真的能帮我们了、啊、这个顺势引导啊，将这份情谊啊啊导归极乐世界啊。那我们看到啊，雪宫在举荐的时候也都有到当地定陵寺内，学宫也是恭敬三宝，对当地的佛寺是很护持，在那个年代经济困难所以大家可不能用现在来看啊，
看一看，还好，这个可能人民币1000块钱搞定了吧？哦，这个时空已经不一样了。哦，在那个年代这样供养是很不容易的哦。哦，那古人呢？哦，不是古人李炳南老师那个时代的人呢？他们读很多历史，经史子集呀，都很深入，所以其实像我们前面上一次好几张图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你看这个，他老人家到了东市林场，看到芦花。马上走过去了，如花如雪亦如眠，回首相关李习贤，马上如花就跟闵子骞先生相结合了，所以他们那种从小读古书的人呢，其实生活在诗情画意当中啊。生活在神交古人当中，我们再看另外一首，鲤鱼潭泛舟自感，知交惊喜两相餐，茶鼎炉香列草庵，移席扦舟争作主。鲤潭深许几陶潭，看到这个鲤鱼潭呢，就想到了这个李白的一首诗了，这个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三千里，不如汪伦送我情那他们看到潭水，他就联想到这种朋友之间的情谊呀。你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三个字，好无聊。李老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看什么东西都有所领悟啊。所以这个《定林寺》里面有一株3000多岁的天下银杏第一树。因为当时候。文心雕龙，作者刘彦和，应该就是在这里完成这一部书啊，写这一部书啊，所以李老在这个婆娑的树荫下，是否与这个刘彦和灵性文心遥遥相应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学处古人都很怀旧都很怀古，甚至于对一草一木、一花一石，都有一种情感在所以这个李老的。儿子俊龙先生，他能体会父亲的心视死者如视生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有看这李老
五剑旁边有一块奇石啊，放在济南的家。所以他的孩子千里迢迢把这个举献石由济南送往台湾雪庐纪念堂典藏，一圆雪公这份难得的雅致。欢迎大家到台中联社就可以看到这一块石头。古人这种感恩心呢，不只是对人呢，甚至是对这一片土地呀。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从小也是读古书的，他《地藏经》都能背啊。我印象很深呢，他有跟我提到。他在这个地方教书教了几年离开他会拾起装好当地的一把泥土带走。这些年来这一片土地的人民万物对我都是有恩的。所以他说这些都是他人生无价的财富。后来我好像看了一个电视剧是满清第一清官山西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还有拍成连续剧挺感人的。看连续剧可以要看这种水平的连续剧不能看风花雪月还会这个是非人我的那不能看余承荣余承荣他好像要返乡的时候人家就告他带走太多财宝。后来给他查了一打开来那个箱子里好多土都是他走过的地方他把当地的土拿来做纪念。我不知道我这个朋友是不是学余承荣的。这古人的心境这种念旧念恩之心是我们的学处。包含后面还有提到1934年雪公受翰林庄兴庐太史之邀以御政兼任分转设局举县贾氏花园重修举县志书。就是他所在能够为这个地方所做的事他会尽心尽力毫不保留。古人最重视的两个字忠孝。格言联璧好像是一开头有讲到竭忠尽孝谓之仁呢。忠孝两字是人格不能竭忠尽孝下辈子要当人不容易我们从老人家一生在举县当官他都竭尽全力为这个地方做贡献。包含老人家入了孔府
做了奉祀官府的秘书，做到95岁了，给孔德成先生在工作上啊，他们是君臣关系啊，孔德成先生是君啊，撇开啊工作的身份呢、啊，他们是师生关系啊，啊孔德成先生是以李老为师啊，啊所以李老原籍。孔德成先生写的晚年呢，是雪庐大和尚、哦、这个是懂行的、哦哦、和尚不是指出家人、哦、和尚是清教师、哦、自己清净的老师。李老95岁啊，跟孔先生提出来，我都95了，可不可以让我辞掉这个工作、哦、很可能创了惊世世界纪录，公务员95岁还在做公务员、哦、当然这一份君臣关系、啊、也是世间的佳话、哦、彼此的那种情谊也是令人动容。哦，我们刚刚也看到啊，俊龙先生反举荐呢，啊，手捧20大册线装书，啊，就是当雪公当年参与重修的举荐限制，20大册。我们有时候在读高僧大德的传记，或者读古代这些留名青史的读书人官员，都有很多让我们感动尤其佩服的地方。师长曾经有讲过这个群书之要啊，跟5种仪规同等重要。哇，那5种仪规这一套书宝书哦，因为它都是就根本养正仪规啊，同蒙养正圣公也啊，蒙一养正圣公也，训俗仪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的风俗啊，对每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敬教的力量相当大。我们去观察，比方说山东人，他特别强调礼，因为山东出了好多圣人呢，现在还影响2000多年之后的山东人。娇女仪规，这个就呼应了印光祖师讲天下太平之根本啊，归捆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女人没有教好啊，这个世界出不了人才啊。还有从政仪规，人存正举啊，这一方有好的官员，这一方百姓就受益了，父母官呢、啊、这个书重要啊，是陈洪模先生编的啊，他是康熙朝啊，乾隆朝啊，康就是这个康熙雍正时期啊，很重要的官员，走过10几个省呢、啊，
他封疆大吏呀，工作这么繁忙，他还把五种仪规编出来。你看李老在战乱当中啊，可还能帮莒县呢编了20大册的县志。所以人只要有心呢，能做好多事啊。所以我们啊，对于走过的地方啊，遇到的有缘人啊，我们能尽多少力呀？啊，我们要效法圣哲人，要尽多少力呀？都是在这些境缘当中啊，把我慢慢慢慢放淡了。都是啊，先功后施啊，先益后利啊。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段。神龟安养。雪公云：礼佛供养在于心诚，诚则平凡运藻之菜，恒无行疗之水，佛天皆享；不诚，钟鼎玉帛，针错醍醐，佛亦不享。儒家尚且既如在，如在其上，如在左右，如在者，即心念也。雪公说：“我求法是跪着求来的，弘法也是跪着送出去的。西元1986年，4月13日。雪公手持念珠，右握如弓，安详往生于正气街寓所。春秋90有7。老长官孔奉祀官德成先生为之封官，并撰联赞曰：“道唱伦常道，心为菩提心。”此串念珠为雪公平素所用，他追随雪公遍历大江南北，来台后更是朝暮不离，出门必随身携带。公对念珠十分恭敬，必先净手才持念珠诵念，而于进食睡眠不测前，并亲自将念珠收放于器皿中。半世纪来，公持此念珠，所念之佛号与咒语难以计数。期间串绳已使用频繁而断过数次。雪公灵骨于往生3年后送回山东济南故里，并安葬于风景秀丽的玉环山上。台中莲社也于雪公往生后将雪公莲位及舍利供奉于3楼导师堂，朝夕焚香追思。台中佛教莲社于雪公往生后特辟弘道楼1、2楼为雪庐纪念堂，永久陈列雪公衣冠文物等，以供莲友前来追思缅怀。雪公说：“读书人多用脑，脑怕风，故常年戴帽防风护脑。”雪公曾在交扇面上题诗：“一叶飘千里，罗丸亦不同，手摇心自喜，潇洒故乡风。”
学宫济南有300多年历史的故居，南卷门巷3号已因都市计划而拆除。李公子巨龙先生生前为雪庐纪念堂捎来一砖一瓦一梁门牌和济南石及趵突泉水，供雪庐纪念堂作为永久纪念。雪宫的生辰八字，雪宫生于西元1891年，即清光绪16年，岁次庚寅夏历腊月初七，卒于西元1986年4月13日，时为夏历丙寅3月初5日，清晨5时40分，春秋9时有期。宫之生辰，在于庚寅与屈原同，常戏称命运一同。思兰树会，好修为常，奔走人意，九死未会。昔日名士潇洒，任侠落拓，转眼如观庄严，菩萨慈悲，日月适宜，千古独醒。唯我夫子，雪宫有端午吊屈子事，所居逢五日，开卷唱庚寅，浊世仍沉醉，清香不染尘，头湿蓬岛上，涕泪楚江滨，同力何生我，艰难愧古人。京师异域，人师难遭。李炳南老教授，人称雪宫，西元1890年到1986年，享寿97岁，籍贯山东济南。一生充满传奇，生长于儒佛世家，传承于当代儒佛大德，为人刚骨侠情。少处清作鼎革之变，壮逢日寇侵华之难，老遇寿台离家之苦，虽履险阻，却愈挫愈奋，困而弥坚，所到之处皆遗爱当地，非仅法语普润大众，亦且广兴慈善事业，怜孤恤老，兼济异类。至于如佛兼弘，机智圣誉，少龙道统，续佛会命，学宫至伟，则非笔墨所能尽述。学宫一生特致力于净土法门之推广，至西元1986年，民国75年往生前，在台弘法38年，教导学生有20多万人，人才辈出。往生前，上乐下国老和尚探访雪宫时，尊称老人为台湾的维摩诘。老人一生以居士身弘儒弘佛，终其一生献身儒佛教育，特别是培育出多位高僧大德，略记有上净下空老和尚、上果下清律师、徐醒明老师、江义子老师，以及内典研究班诸多弘法人才。在台湾，对于儒佛文化与净土思想的推广与弘传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啊，我们看最后一段，啊，神归安养。
雪公提到的礼佛供养在于心诚，不在于这个供品是花多少钱。所以这个也教导我们，佛法是重实质的，不重形式。最重要的是心诚，至诚呢，能够感通。所以即如在，如在即上，如在左右，如在者即心念也。我们诚心，当然我们相信了，佛菩萨是法界身，无处不在，所以我们诚心来供养。那雪公有讲到啊，我求法是跪着求来的，所以法是恭敬心啊求来的。我们不恭敬啊，很难深入啊善知识的教诲。所以是李老这个都是给我们表法的。那师长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成就，他老人家也讲到啊，因为他小时候有扎这个尊师重道的根。小时候他父亲带他到私塾读书啊，拜师。在那样的年纪啊，这些仪式啊的教化力量都是影响终身的。我们儒家常常都是用礼仪啊来教化，拜师礼、祭礼、婚礼、香饮酒礼，都有很深远的一种影响。所以这些根基啊，都要在还是小的时候啊，帮他们扎下去。那弘法也是跪着送出去的，但愿众生得离苦，所以是谨重太殷勤呢，沉无见寸阴呢，不疲不厌的弘扬佛法，弘扬正法。几人长夜醒，不复转轮心呢？雪公这样无私无我教化了38年了，那我们当学生的几个能够体会他的苦心而不辜负他一生的教化，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深刻去体会应主李老师父上人他们的良苦用心。而李老说到了弘法也是跪着送出去的，他老人家那个年代弘法都是要跪着送出去的，那到我们这个时候弘法那不能说要求自己舒舒服服的就把法给弘传出去了，这个也是我们要留心的地方。师长有说我们这一辈人弘法比他老人家那个时代难10倍、100倍都不止。为什么？
我们自身的内的烦恼都太多了，外在的诱惑啊也多很多啊。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了，要勇于承担，勇于突破。李炳南老师也教我们了，困难越大，功德越大，欢迎困难，欢迎困难。其实啊，我们不要在境界当中啊，产生难易，产生恐惧。其实说实在的，任何的境界都是考我们念头啊。其实师长有讲到了，没有生死啊，哪有死？这个身体是个工具啊，这个工具会坏掉啊，灵魂不会啊，生死不可得啊。假如这一段话我们真听明白了，生死不可得，根本没有死，那我们就不怕死了。那死都不害怕了，那还有什么境界好怕的呢？所以在境界当中最重要的，能克制自己的妄念邪念，提起正念，就是念头而已。那这个境界再怎么威胁自己，不要生恐惧就好了，提得起阿弥陀佛就好了。所以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起的分别执着，这个境界才形成障碍。境缘无好丑，佛号一扫故啊。妄想千般皆不管，一生佛号要分明。所以圣狂之分在一念之间呢，我们不要自己被自己的分别执着给吓到了。色不迷人，人自迷，境界没有要吓我们，我们自己吓自己了。那雪宫右卧如宫安详往生，这都是我们效法的目标。那奉事官孔德成先生为之封官呢，并撰联赞曰道唱伦常道，心为菩提心。我们之前引了印光祖师的一段教诲，印祖强调在往后末法时期，纵使是古佛再来，印祖还举了纵使是达摩祖师再来，一定强调敦伦敬分五伦大道，还有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来度众生呢。所以李老也是秉承印祖的教诲，道唱伦常道，
啊，心为菩提心，啊，劝发菩提心文引了《华严经》很重要的教导，啊，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所以这菩提心不能妄思，啊，我们之前也提到啊，李炳南老师的两句教导，啊，白衣学佛。不离世法，必须敦伦敬分，处事不忘菩提，要在行解相应，啊，所以菩提心不能虚与离也，啊，而且修学呀，要很重视啊落实，所以行解相应。啊，我们也常常要问自己，啊，父母要我们做的、改的，我们行了没有？啊，师长老人家的教诲，我们有没有哪一句呀，好好去落实它？行解相应，啊，我们不要小看呢，一句教诲的落实啊。很可能就让我们境界提升上来，啊，比方心心常存中恕，啊，我们遇到任何境缘，首先提起中恕的存心，啊，能够做三个月啊，心都变柔软，变真诚了，中恕为道不远了。跟真心相应了，哦，哦，或者老和尚最常教导我们的，念念为他人着想，我们好好做三个月，啊，保证呢，亲戚朋友看到自己的时候说，哎，你好像变了，读书贵在变化气质。我们从看这个纪录片呢，就感觉善知识一举手一投足啊，他是真心流露，他怎么对人、对事、对物，都是学处哦。包含老人家用的念珠。朝暮不离，哎，李老用功都要朝暮不离呀、啊！啊，诸位仁者啊，我们还能离吗？啊，我们的根性比不上他们，他们都得这么用功啊。嗯，啊，所以啊，诸位仁者啊，你们的佛珠。啊，几天没有在手上了，啊，赶紧再把它拿回来啊！这一次拿回来呢，还得拿个小袋子啊，啊，要进厕所的时候呢，把它放进小袋子，啊，或者一个小盒子里面。见人善即思齐啊，请问这些善知识表演给谁看的啊？表演给我看的，他们的教诲讲给我听的，当机者的心态非常重要啊。黄念祖老居士，他晚年呢，他还要写大经注解呀、啊，注解啊，110种祖师的论。83种经典，好，把汇集本注圆满了。他老人家每天还30000声佛号啊，到最后几个月，
一天十几万声。以他老人家的修持，他面对当生成就的念佛法门，他没有掉以轻心呢。他表演给谁看呢？佛度有缘人啊，谁有缘肯听肯效法的，就是有缘人了。几人长夜行啊，不复转轮心呢、啊？哦，那雪公对念珠啊十分恭敬，必先净手，才持念珠诵念，礼敬佛珠，五贤行啊，都在生活当中啊落实了。啊，于静时睡眠如厕前啊，必亲自将念珠收放于器皿中。啊，人的恭敬心、感恩心、真心在哪里练出来的？都在这些生活的点滴当中啊练出来的。像佛门啊，十存五观，在吃饭前呢都要念十存五观啊，那感恩心就透过这个仪式啊提起来了啊，我们都要借由啊生活中这些仪式习惯，才能把我们的啊真诚啊恭敬感恩心啊不断啊提起来。更重要的，慢慢的它要成片不间断。所谓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师长老人家很慈悲善巧，他从啊伊斯兰教那里学习哦，所以师长真的是礼敬一切宗教，也从一切宗教当中学到宝贵的一些精神，像老人家提倡啊，一天九次念十声佛号，这老人家提倡的十念法，这个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前，这个三餐前念，工作前念，工作结束了再念。那你上午工作念两次，下午工作念两次，那一天刚好九次啊，贯穿在一天当中。因为伊斯兰教一天呢祷告五次啊，透过这个仪式，常常提醒自己，佛号要提起来，佛号要提起来。所以我们善于了解老人家提倡的这个用心啊。就会祈勉自己啊，佛号要越念越多啊，可不能这个方法用了之后就只念这九十声佛号了，这个九次我都有做了，那就变成教功课了，所以这个都要了解深意哦。雪公他
数次啊，这个佛珠的绳子啊断了。哦，看到这里很惭愧，我一串也没有练断，这个差太远了。重去也已见机啊，好好来下功夫了。好，那啊，有受传统文化的善知识啊，都是啊有落叶归根的观念啊，所以呀、啊，这个家人呢也把他的灵骨啊运回故乡安葬。啊，我们假如是山东的啊同道啊，有机会啊，可以到李老啊坟前呢去祭拜啊，因为李老是阿惟越致菩萨啊，一定会加持大家啊。台中莲社也将雪公啊的啊，莲位啊及舍利啊，供在三楼导师堂，朝夕焚香追思啊，是死者如是身啊，而且还啊将老人家的衣冠文物啊成立了纪念馆，让莲友啊都能够长久的来追思缅怀。好，这些文物个个都有表法。你看帽子，雪公教我们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哦。读书人常用脑，所以怕风啊。现在北方都是冬天了啊、哦哎，大家常常思维惊叫啊，也是常用脑，所以也要保护好身体，保护好脑部啊。那包含扇子啊，你看手摇心自喜，潇洒故乡风。学宫还有一首记，是非人我一善归去，慈悲喜舍四字念来。所以夏天扇扇子啊，是非人我一善归去哦、慈悲喜舍六字念来、哦、所以边善心里要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所以都他们的智慧啊，都赋予这些物品啊很深远的意义啊在其中。好、哦、那俊龙先生啊，也将啊他们济南老家啊的一砖一瓦一梁啊门牌啊，包含这个济南史，甚至于是啊济南的啊趵突泉，都送到雪庐纪念馆呢、啊、做永久的纪念。后面有提到啊，雪宫生辰八字啊，我们刚刚还提到啊，这个雪宫是诗情画意的生活啊，甚至于生的那一年呢，跟屈原同一年啊，都产生一种惜圣惜贤之心呢，啊。
啊，大家今天回去查一下啊，打一下 Google 啊，看历史当中啊，你生的那一天啊，生的那一年啊，有哪些圣哲人啊？或许不是偶然的哈，都有因缘的啊，可以好好啊向他们学习啊。我常常听到啊，有同修说我是属兔的。跟老法师一样，哦，哎，这个也有一种鞭策的力量啊。好，那还有一点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心，雪公年轻的时候啊，长相啊。可以看出他的性格是非常刚强的，啊，是很勇猛的，啊，这个都是行侠仗义的，啊，到他晚年呢，哇，你看非常的和蔼可亲，慈眉善目啊，啊，这修行啊，修到整个性格啊，都转变过来。啊，都是菩萨的慈悲相，啊，这个都是我们的学处。哦，我们看这一首《端午吊屈子》，啊，后面两句啊，“同力何生我，艰难会古人。”我们看李老他们都是时时啊，以古人为榜样，常生惭愧心呢。惭愧心是善根呢，啊，我们有善心所十一啊，惭跟愧啊，就占了两条，啊，所以印光祖师说。常生惭愧心及忏悔心，啊，纵有修持，总觉我功夫很浅，都觉得啊，比跟佛菩萨啊，跟这些古圣先贤比啊，差多了，啊，更不可能呢，啊，起傲慢心，好。雪如风仪纪录片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我们啊，接下来啊，就进入啊啊《论语》京剧的学习。啊，那啊有一个调整呢，啊，就是考虑啊我们。《论语》啊，毕竟是啊，将孔子说的话把它汇集起来，啊，所以句子跟句子之间的关联性呢，啊，当然是有关联啊，但怕我们呢，可能啊领会的不够深，所以我们采取啊专题式的方式。来学习《论语》啊，我们打算呢，一开始呢，汇集跟五伦大道有关的句子啊来学习，也呼应一下我们刚刚强调的啊，印光祖师说到啊，纵使古佛再来，绝对。他强调的就是敦伦敬分、伦常大道，跟靠兼佛力的念佛法门，啊，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念佛法门。那这个都凸显了敦伦敬分的
重要。啊，人无伦外之人，学无伦外之学。那人不学不知道，这个伦常大道啊，也得透过学习，我们能够深入，啊，进而知道啊怎么去做。那这个五伦大道，也是我们古圣先王他们的良苦用心啊，这一点呢，孟子啊，有把它彰显出来啊，在孟子当中啊，有提到啊，人之有道也啊，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故圣人有攸之，啊，夫以五教，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一段夫子的教诲提啊，孟子的教诲提到，啊，人之有道是做人有做人的道理。假如人只有吃饱了，穿暖了，啊，然后生活无忧了，但是很放逸呀，没有很好的教育他，那就不知礼义了，跟禽兽啊就差不多了，只有享乐纵欲了。这一段话，我们看看现在的下一代，你真的没有教他五伦啊，他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啊。这样我们很对不起他啊，我们昨天一起学习了，你不教他做人啊，比杀了他的身不知道严重啊，更严重啊，百千万倍啊。因为他敬于禽兽，继续造业，他一堕，堕阿鼻地狱去了。那我们当官的人，父母官，我们当父母的人，我们当老师的人，怎么忍心这么做呢？所以我们的祖先古圣先王很负责任，很爱我们了。所以圣人有攸之啊，啊，这个也有时代背景。圣人前忧洪水恨流，你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治水成功了，整个水利工程呢，打下很好的基础。进一步啊，忧人民啊，没有好的教育了，啊，使谢为师徒，啊，派谢啊担任教育部长，掌管教育，啊，教导百姓们，啊，五伦大道，做人的道理了。谢是孔子的祖先呢，哦，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有因缘的哦。这个五教啊，是由谢所任教育部长。哦，那过了2000年之后，又是他的子孙呢，上下5000年。啊，所以诸位仁者，你们身上都有祖先的 DNA 哦。啊，我们要好好发挥啊。都会得佛菩萨跟佛菩萨的加持，祖宗的护佑，所以五伦的重要，我们从孟子这段教诲可以了解到。那我们有选出四条啊，跟五伦有关的句子，这总纲
它一句里面就有好几个轮场啊。然后我们进一步啊，再进入啊第一轮呢，夫妇。为什么要先讲夫妇啊？哎，五轮从这里开始的。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才会有父子产生呢、啊。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所以夫妇延伸出父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再从父子关系延伸到君臣关系，从兄弟姐妹关系延伸到朋友关系，所以整个国家社会也是一个家庭。君是君父，从家庭出去，这个同学也是师兄弟，都是从家庭的伦常延伸出去的。好，那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